妇产科也分淡旺季，有生不生照时间。产科比较好玩，长假之后八九个月就会产生人命了，那时候就是生产旺季。妇产科旺季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重大节日跟同学会之后。五月的话，其实是常常面临到一个堕胎潮，一年的话，药物引产这个药就吃掉40万颗。40万颗，流产流掉的宝宝比出生的多两倍半。什么？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